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 still shines. 听力考试马上开始，请戴上耳机。录音开头有一段试听声音，约一分钟。听力考试将在试音结束后正式开始。现在开始试音。In this part, there are three sections. You will hear three news reports in section A.没播错台，我也没放错磁带啊，这还是咱们的节目，不是这个大学英语四级的考试啊，还是我于谦，准时准点儿，咱们继续开聊。今儿呢给您换了个开场的形式，咱们先放了那么一首英文歌，这首歌呢名字叫昨日重来。哎，这昨日重来呢是1953年的这么个老电影叫《罗马假日》里边的主题歌。《罗马假日》可能大家伙都熟悉哈，还有的特别的迷这电影的。这女一号呢是大明星奥黛丽·赫本，男一号呢是那时候有名的大帅哥啊，格里高利·派克。电影里边呢，这个派克的这西装革履是吧，骑着这么个小摩托车。赫本呢白衬衫长裙子，脖子上呢系了这么一条小丝巾，脑袋上还梳了这么个发型。哎，这发型有个专门的说法啊，叫做赫本头。哎，这两年哈好像重新又开始流行这赫本头了啊。这俩人啊就这么一身行头哈，这男的骑着摩托，女的往摩托车后边这么一坐啊，跟罗马城里边一转，有背景一放这首歌，呵啊，这个大伙儿这么一瞧，觉得挺哏儿啊，非常浪漫。这《罗马假日》播出以后呢，这首歌也就跟着火了，直到今天，世界各地到处还都有人唱。后来不知道哪位啊，就给定了这么个规矩。这大学英语啊，这四六级，包括念完了本科再往后考硕士考博士，但凡英语考试考听力啊，学校的这个广播电台啊播正式的考试内容以前，都有这么五六分钟七八分钟的这么个叫试音。试音的时候呢，学生们戴着这耳机跟着听，顺手往卷子上什么写名字呀，写考号啊，耳机里边放的差不多全是这首歌。所以好多年轻的朋友后来就落下这么个毛病，一听见这动静啊，多少都有点肝颤。但是话说回来啊，肝颤了这么多年了，您知道中国最早跟公共场合大喇叭里边放昨日重来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吗？哎，我告诉您，这个事儿啊是在1979年的3月19号。有朋友就问了，说谦哥您还准时准点那么具体吗？具体到哪天您都知道？您瞧我这么一说肯定是啊。当然了，这个事儿报纸上白纸黑字人也写着呢，印着呢，您有空上图书馆您翻翻老报纸都能查得着。
话说这1979年3月19号，意大利有这么一位老裁缝啊，我一说您也熟悉，叫皮尔卡丹啊。这位意大利老裁缝上北京来了，在西单旁边长安大街民族文化宫啊，就头两年您坐公共汽车坐地铁，公交卡您要是坏了换卡退钱那地方啊，在那地方搞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场时装发布会。那场时装发布会背景音乐放的就是这个《昨日重来》。1979年，中国大陆还没有时装发布会这么个概念，啊，当时的说法叫服装观摩会，属于内部活动，啊，还有限制，不对外不卖票。那么是专门挑了一帮观众，啊，全是素质高的，文化高的。多少还得见过点世面的，组织起来过去看去，哎，就饶是这么着，观众席的灯一黑，音乐一响，模特们跟 T 台上扭着猫步这么一溜达，哎呦，那台下可就炸了面好了，哎呦不，好家伙，穿成这样就敢出门，这不耍流氓呢吗？这走大街上警察逮不逮呀？哎呦呦，这叫什么呀？这个这他们老家也不管管。你瞧这半拉屁股都露在外边呢，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看完这个回家都得起针眼得麦粒肿。你瞧这一通议论啊，有朋友就说了，看个时装表演至于吗？哎，我跟您说还真至于。那时候中国老百姓穿衣服的普遍都保守，尤其是到了冬天，您上大街看去吧，不分男女啊，衣服就是蓝、绿、灰三种颜色，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的，啊，露着膀子、亮着大腿的那衣服，按那个时代的标准，就跟光着差不多。1979年，中国大陆，您甭说时装，连模特都没有，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工种，是吧？皮尔卡丹呢，用的是自己带过来的模特，全是外国人。8个法国的，4个日本的。1979年那场服装观摩会以后啊，人家才开始在中国啊，主要在北京当地挑模特，最后大概总共挑了那么十几号人，有男的有女的。男的呢要求得帅，身高不能低于1米8，女的呢那肯定得漂亮啊，身高最少也得有1米7。挑出来的这十几号人都是二十郎当岁的大姑娘小伙子，里边有当演员的，有是售货员的，也有普通工人，反正各行各业都有。集中起来每天下了班，利用业余时间，还得瞒着单位领导，瞒着父母老家啊，哎，跟着法国人这教练学这模特的这套技术。1981年10月份，还是北京民族文化宫啊，皮尔卡丹用咱本土的模特又搞了这么一场服装观摩会，中国大陆从此才有了这个时装模特这么个职业。再往后，时装模特这行就火起来了。你要说现在开时装发布会，主要是为了让模特把设计师做的衣服给穿出来给您看看，引领国际新潮流。那80年代那会儿，中国老百姓观念不一样，模特穿着各种时髦的衣裳，跟那个 T 台上走猫步，就和我们说相声差不多，也算是一种文艺节目，啊，那叫时装表演。那时候专门有噱头啊，组织几个模特，置办几身行头，全国各地到处走学去，临时大 T 台，就能卖票，真有人就花钱看呢、啊。您模特跟台上走来走去，拢共就那么几身衣服，围一帮人看。您看这1992年郭达蔡明两位老师演的小品假爸爸真爸爸，讲的不就是看时装表演的事儿吗？那郭达老师演的老爷们儿观念保守，媳妇儿想参加这时装表演队不答应啊，那拦着不让去，说是自己家的东西不能随便给别人看。转过脸来呢，这老爷们带着这个双筒望远镜啊，蔫了吧唧跑出去看时装表演去了。你没想到后来让媳妇给逮着了，媳妇来了一句啊，你们家的东西不能让别人看，
别人家的东西，我瞅这意思，你看的可挺得劲儿啊！看看这探胸露背啊！你干什么？把咱们家的东西都让别人看见了！啊！啊！看看你，你扭着腰，掰着屁股，你像一个什么样子你啊？我最讨厌的就是模特那一双眼睛。模特眼睛怎么了？那眼睛直勾勾的。也不知道他们心里边想着什么。这简直像个神经病嘛，简直是啊！皮尔卡丹跟民族文化宫搞服装观摩会那段时间啊，咱们再往前大概五六年，社会也兴起来过这么一股风，也算是个时尚。什么时尚呢？戴口罩。今年因为大伙儿都知道的原因啊，口罩挺抢手，人人都戴口罩。原先男女青年谈恋爱，女青年考验男青年，都是问我和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那今年这路数改了，改成问什么了呢？哎，就剩一个口罩了，我和你妈，你打算给谁？往前再倒个二三十年啊，好多朋友应该还有印象，那时候没有什么 N95 KN95 人都没有，大伙儿戴的全是那种老式的那个方块的纱布口罩。这种口罩也有好处啊，有什么好处呢？就脏了以后您能洗，还能消毒，反复的使用。这老纱布口罩啊，好坏主要看层数，层数越多，口罩越厚，捂得越严实啊。这最好是这个纱布口罩总共这13层最好的那是啊，专门给医院里边用，大夫用的。除了医院，像什么饭馆啊，食堂炒菜大师傅啊，商店卖熟食的，卖冷饮的售货员，再有就是什么面粉厂的、水泥厂这些粉尘大的地方，为了卫生，为了防尘，平时也讲究戴口罩。只不过就是他们戴的口罩呢，层数没有那么多了，没有大夫用的那口罩那么厚。这种口罩用现在话讲呢，属于这个非医用级别的口罩，啊，用当时的话讲叫劳保口罩。现在的单位多数都不发劳保用品了，人家是直接折现啊，给您打到工资里头。以前单位呢，尤其是这个国营大单位啊，都有劳保科，专门负责发放劳保用品。您比如说吧，三伏天啊，防暑降温，那最起码得给您发两包白糖，烧在手的还得发几瓶风油精啊，发两包人丹，发几个那种小铁盒的那种清凉油。这有朋友就问了，防暑降温发白糖，发白糖干什么呀？让您拿回去晾这凉白开糖水喝去。那时候上班啊，工资普遍都低，您见天买饮料喝，您花不起那钱呢。再弄点凉白开，沏点糖水喝，你条件再好点的话，啊，那大半缸子里沏点那个糖茶，晾凉了喝，这不夏天也能清热去火吗？您要是在工厂体力劳动的那个地方上班，单位每年还得发几副线手套啊，啊，什么劳保口罩啊，发两身那种老的帆布的工作服，啊，再就是发点什么肥皂啊、洗衣粉捂的，就这些东西，啊，这几样东西里边，大伙儿最愿意要的啊，就是线手套和劳保口罩。为什么说愿意要这玩意儿呢？您瞧，拿回去能改衣服穿。那有朋友就说，这不是相声里的包袱吗？谁家还真穿口罩穿手套？那这种事儿我跟您说啊，以前多的是，真不是我瞎说啊。眼下有好些小姑娘心灵手巧，愿意自己拿钩针勾点东西，哎，勾点茶杯垫啊，啊，鼠标垫什么的，哎，这叫 DIY 吗？啊，算是个时髦的玩意儿。回头您可以回去问问老家去，他们年轻那会儿，大姑娘小媳妇儿也讲究玩这个，只不过就是那时候勾的东西啊，
买不着现成的线，都是拆这个线手套，把单位发的那线手套拆成线，就可以重新勾各种东西了。小件的，您说勾个电视机罩啊，勾块桌布，勾完了呢，上头带各种花纹也挺好看。大件的呢，可以给自己勾个小披肩、小马甲，往身上一穿，相当于现在出的那个蕾丝的那东西那种感觉。要是有手艺再勾大点的物件呢，那就给家里老爷们勾个线衣啊，每年秋天穿啊，比秋衣要暖和多了，比毛衣呢又稍微凉快点啊，就是有一节啊，这路衣裳您怎么穿都成，就是不能下水洗。怎么呢？它一着水就抽抽。好比说这件线衣啊，没下水以前孙悦穿正合适啊，要下水洗一会儿呢，那就直接送幼儿园改童装了，就抽得这么厉害。口罩也这意思，从单位领回家把它拆开重新变成纱布啊，几个口罩这么纱布往这么一凑合，拿针线再一缝啊，再不就是拿缝纫机底下砸几下，您就可以给家里的孩子改一个夏天穿的背心啊，改个大裤衩啊，啊，纱布的，您想想夏天穿那多凉快，它透气儿啊。大概是70年代末吧，就我十几岁那会儿，社会上流行过一阵男青年集体戴口罩。那之前也有人戴口罩，多数都是年轻的姑娘，冬天戴，尤其是北京冬天风大刮沙子，是吧，年轻姑娘嘴上捂个口罩，脑袋上再裹个纱巾，脸上暖和也还省得迷眼进沙子。到了70年代末，男青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兴起来了，冬天人人戴口罩，戴这个口罩也不是跟现在似的啊，规规矩矩往脸上一捂，他是把那两根带儿啊拴在脖子上，口罩呢跟胸口那儿挂着，啊，就是您看电视剧《血色浪漫》，钟跃民他们那意思，啊，口罩跟胸口那儿挂着，这还不算特别讲究的戴法啊，再讲究点您就得把口罩稍微折一下。那时候的人冬天穿的都是中山装啊，这闭着领口的衣服。口罩折好了以后呢，把它塞在中山装从上往下数第一个扣子和第二个扣子中间，哎，那衣服缝里边塞在那儿，塞完之后呢，就将将露出来个口罩的这么个小白边儿，再就是脖子上挂着那两根白带子了，要的就是这么个俏皮劲儿，算是个这个服装的这么个小饰品。您说它是怎么兴起来的呢？哎，这1970年啊，美国拍了部电影叫巴顿将军，好些朋友都看过啊。这部电影到了70年代末那会儿，国内好多地方就能看见了。您看巴顿的那打扮啊，就是有领带不好好系啊，多半都塞在衣服衬衣里边，就露出来最上面那么一点儿，是吧，好多男青年看完这电影以后，哎，觉得这扮相用现在的话说挺酷，这酷就想跟着学呀。70年代末领带您就是有钱也没地方逃回去，哎，大伙儿就拿这口罩，这劳保口罩啊，当这个替代品了，兴起来这么一股戴口罩的流行风。哎，正听节目的年轻的朋友啊，回头您有空您可以翻翻父母的那个老相册，兴许您就能找着这种脖子上挂口罩的老照片。眼下参加各种隆重的场合啊，主办方给您发通知发请柬，多数都得写上这么一句，请穿正装出席。按现在人的理解呢，穿正装就是西服领带，对吧，80年代初就是皮尔卡丹刚开服装观摩会那会儿，中国人刚开始流行穿西装的时候都不兴打领带，那时候时髦的男青年的标配讲究的是下身喇叭裤配尖头的皮鞋，
喇叭裤那喇叭口必须得大啊，正好能盖住脚面，将将搭了个地面上。这种裤子有个外号叫净街王啊，气死扫大街的。上身呢穿一件特别紧身的后边双开气的小西装，哈哈，相当于现在说的休闲西服。西服里边呢最好是配绸子的花衬衫啊，白衬衫也凑合啊，衬衫领子呢必须得是大尖领子啊，不光不能系领带，风系扣也得敞着，把那俩大尖领子翻到西服的外边来，怎么露着。这么身行头您要说脑袋上留个板寸剃个秃瓢，那没意思了，必须得是这个中长发，头发正好搭了到脖梗子那儿，烫几个卷那更好了。要是兜里头再有俩富裕钱，还可以买个大墨镜往衬衫领口那一挂啊，肩膀上再扛那个双喇叭的立体声录音机，摇滚音乐叮当的迷放，嘿，这套扮相要说起来也有出处啊。学的是哪儿呢？学的是70年代美国歌星猫王的那意思。郭老师说相声不也提过这么两句吗？你啊，好好好，你不是今天37岁的于谦了、那我这回18岁的大小伙子，小孩儿，哼，大高个儿，壮，扇子面身材，是小伙子帅漂亮啊，嗯，上一天班呢，嗯，下午5点下班，哦，回家洗澡吃口东西，嗯，换换衣服，哎，穿一身白，哦，漂亮啊，精神、啊、年轻嘛，嗯，哎，白色的西裤，哦，白皮鞋，嘿，白衬衣，哦，还衬衣都是白的，白衬衣大尖领子，哦，这是学的人家香港人都实行尖领子、啊、这俩大尖领子，对，尖领子这样都到胯这儿了，嚯、哦，出去上大街，嗯，帅呀，这还好看，喷了3瓶香水，哎呦，大鼻子一闻跟偷吃羊屎似的，什么味儿啊，上街搞对象去，搞对象啊！猫王这身打扮流行了没有2年啊，慢慢的就不实行了。广大男青年还是觉得穿西装打领带好像更时髦一点啊。那时候流行领带啊，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领带都特别细，花纹呢还得是彩条的，脖子上系这么根领带，身上穿的西服最好的就是浅色的。带格子的花纹大垫肩，不能有腰身啊，越宽松越好。这么身打扮要说起来也有来历也有出处，学的是谁呢？1986年央视春晚，咱们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上台唱什么歌呢？我的中国心，哎，穿的就是这么一身。春晚播完了以后这歌火了，衣服也就跟着火了，满大街全是那个浅色格子西装配细领带啊。社会流行穿西装打领带，问题呢跟着来了。您说什么问题呢？领带那当然是有钱您就能买，对吧？关键是买回去以后您不会系，这可要了亲命了。据说洋人那边有这么种说法啊，老爷们每天出门上班夹着公文包，临出门以前都是媳妇儿负责给打领带。哎，您甭看就脖子上系那么个扣啊，具体怎么系，哎，这个结怎么打，也是有多种花样的。所以洋人那边您光看老爷们脖子上系个领带系得怎么样，哎，您就能判断出来这家里边有没有媳妇儿啊，这而且夫妻关系到底好不好都能看出个大概来。那么中国老百姓那时候多数都不会系领带，不会系也没关系，最起码小时候咱系过红领巾呢，可以按系红领巾的那路数咱们多绕几圈不就成了吗？啊，这好歹绕到脖子上就完了呗。哎，赶上这位也手潮点，出门的时候又着点急，没留神系了死扣啊，回家还得拿剪子线绞，您这玩意儿这不就麻烦了吗？那么大伙儿都不会系领带，社会上又有这么个需求，最后就催生出来这么一种新生事物，什么呢？叫一拉得，领带系在脖子上一拉就得了，里边有个拉锁。最早的这个一拉得呀，里边不是拉锁，是带松紧带的，真的那是往脖子上一套就行，
再后来就高级点了，改成领带背面啊带拉锁。可我记得那时候自由市场服装摊那儿都专门有个这铁架子，上头挂着全是伊拉德啊，各种花色的，10块钱一条，随便挑。最近一年我看这满大街的这个时髦的小姑娘，好多人穿上这个80年代的土味西装了啊，又肥又大，跟短大衣差不多。那原先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帮小姑娘的爷爷呀爸爸呀，就他们这代人赶时髦的标配。这西装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会儿差不多就臭街了，只要是男的啊，18岁以上的都穿，不光知识分子白领，不光他们穿，工人上班农民种地全穿，就连上台说相声，您看看当时录像啊，演员也都是西装革履。北京那时候有句俏皮话嘛，叫百货大楼卖西装，一套一套的，哈哈，意思就是说这人能说啊，铁齿铜牙。眼下好多年轻人追求生活品质，人家不去商场买成衣了，愿意找裁缝做衣服，就私定嘛，私人定制。定制完了以后呢，还得学洋人的范儿啊，让裁缝把自个儿那名字给绣在上头。30多年前以前啊，正好反着，老百姓觉得商场卖的衣服有商标有牌子的那才上档次，你要说自个儿扯几尺布做衣服那跌份儿，哈，那时候你要去商场去百货大楼买套稍微好点的有牌子的西装，差不多得40-50块钱，40-50块钱便宜，但那时候不便宜了，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好些人花不起这钱，所以只能找裁缝做。裁缝做呢，20-30块钱就能拿下来了。西装的商标呢，一般都钉在这袖口上。现在您都知道啊，这新西装买回去穿的时候，您先得拿剪子把商标绞了。30多年以前穿西装，那商标绝对不能绞，为的就是让别人知道我这身衣服有牌子，哎，不是山寨的，不是水货。那有的裁缝呢，顾客就是上帝呀，服务到家呀，做完了西装还特意给弄个假商标啊，上头带好些英文字母，给您钉在袖口上，用现在的话讲就算是贴牌货啊，我做一高仿。洋人穿西装规矩是里边除了衬衫马甲一般不能再穿别的衣服了，冬天呢西装外头再穿个大衣，再加上人这出门也有车，也不至于冷到哪儿去。中国老百姓那时候啊，买身西服那都得咬好几回牙，您再让他配件呢子大衣皮大衣那基本不可能，那买汽车那就更甭想了啊。那您说没大衣没汽车，冬天还惦记着要风度不要温度，接茬穿西装，那身上冷怎么办呢？哎，那就只能跟里边再加衣服啊，上身毛背心，把西装撑得鼓鼓囊囊的，下身呢穿秋裤穿毛裤，赶上这位秋裤买的不合适长了点，皮带那块还露一截啊，浅蓝色的这个秋裤腰啊，那样大了。您看小品《换大米》里边郭达老师穿的就是那么一身行头吗？啊，这扮相现在您觉得挺辣眼睛啊，土的都掉渣了，按那个年代的标准来说，能穿上这么身衣服也算是时尚潮人。大伙儿冬天都往西服里边加衣服，后来这服装厂干脆就生产了这么种土西服，又肥又大没腰身啊，方便冬天您往里边穿毛衣。各种土西服里边还有个专门的品种叫麻袋片西服。眼下我跟这个多数仿上仿下的朋友啊，这年龄段好多人应该都穿过，多数年轻点的朋友您可以回忆回忆小时候您的父亲呢，包括身边的叔叔大爷啊，学校里边的男老师肯定也有穿这路西服的。麻袋片西服
这麻袋片西服说白了就是一种粗呢子西服啊，土黄色为主，看起来跟麻袋差不多，所以得了这么个名叫麻袋片西服。穿这种西服啊，里边配衬衣领带毛背心也可以啊，最讲究的是穿一件深色的高领毛衣，鼻梁子上要是再能来一副眼镜那就更好了。头发呢还是得长啊，烫就不行了，必须得梳成大背头啊，多打点摩丝，多来点发蜡啊，这么捯饬起来让人瞧着就好像特有派，特有那个知识分子的感觉。1986年央视春晚，好多男演员，包括头回当主持人的那个王刚老师，穿的都是这种麻袋片西服。到了90年代初，这麻袋片西服一过时啊，年轻人就不怎么穿了，只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中老年人，旧衣服舍不得扔，人家还穿。所以您看1993年央视春晚的小品张三奇人啊，就是那数鸡蛋的小品，严顺开老师演的看门老大爷身上穿的不就是这么身过了时的麻袋片西服吗？那这种麻袋片土西服也可以说算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哎，没想到30多年后啊，让当年这帮时髦男青年的这个闺女孙女重新又翻出来了，又给穿街上去了啊，这可能就应了签到节目咱们老爱说的那句话，时尚可能就是一个轮回，老物件轮着轮着没准什么时候就能轮回来。哈，得了，今儿时候也不早了，聊的时间也不短了，咱们下回接着再说吧。